Action！那天拍的时候，就是导演跟沈月两个人在那里走戏，把我撇一边了，也不跟我说要演什么，但是演的东西都是跟剧本上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这样子还挺酷的，因为他们设计的那些东西还挺能给我感觉的。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。我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长大。走，我们去下一场。